这边有两串的话，实心浓辣、浓白辣的，浓白辣的，然后也是附中国地质大学鉴定机构证书。这一串的话是证书编号后五码14878的。好，那也是天然的流动纹。好，那这一串的颜色是真的很白哦，比你现在看到荧幕上面的颜色再白一点点。现在镜头上，我这个 iPhone 上看起来。我现在这影片上看起来有点点黄，浓黄，实际上它有点偏白一点点。好，那这一串的话，尺寸的部分的话是卡 11.8 米啊，也是属于如果说比较不喜欢这么大咪珠的部分的话，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好，所以手围的部分的话，手围看看。手围我卡一下哦，手围卡到大概 17.5 的手围哦， 17.5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 这个真的很好耶，就是它品相的部分是真的很漂亮耶，放大看，你看品相是真的很好看，每一颗都是实心白蜡，浓满蜡石，真的很浓耶，像那个奶昔一样哦，但是还虽然它很浓，但是你看我们还是可以看清楚的看到它这个溶洞有没有，而且每一颗都不一样，每一颗分布的都不一样，基本你看它可以，你看它每一颗都好漂亮哦，来触地大证书，白黄流动纹，哇！你看这一块也好漂亮，它每一颗都不一样哎，好好看哦。这个应该不是瑕疵，这就是那个串久了。应该是互相摩擦的，一点胶，这是那个胶，可能之前的那个标签贴纸是粘在这里吧，啊，所以这边有点胶。全品的实心白蜡，11.8米，接近12米，然后还附中国地大证书。这一批的话是。这两条是，因为还有一条，就是这一块料子呢，开出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等级的，所以那个货主呢，就是这一批料子有比较便宜出哦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出这种浓白蜡的圆珠，但是这个料子它这一块料子也不大。这真的浓白蜡真的好漂亮哦，我的天哪，好浓好浓哦，好浓的白蜡哦，超吸睛的这个啊，当然带出去过是懂文玩懂蜜蜡的话，就是真的超吸睛的。那这一串，因为这一串跟另外一串有点像哈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一串是证书编号后五码14878的，这算。好好看这串。